冇错，今日系我第一次啊嚟呢度卖癫啊，好似系佢哋无人去呢度多啲，系啦，我真系第一次嚟呢度，咁睇下有咩行先。字嗰啲灯坏咗，佢又唔整翻，冇得摸。咁都几大噶呢度。我弟弟想食麥當勞雪糕，但佢媽媽唔俾佢食。好似成個場得我一個華人咁嘅。有个舞台啊，咁咧唔知好似90年代咧，美国咧有个研究啊，话指啲商场啲 shopping mall 咧，只要有啲阳光渗入嚟咧，入边嘅人都会开心啲，个消费意欲高啲。各位观众，苦心自问睇下系咪真系？即系见到阳光啊，你就会想消费啊，想食多啲嘢啊，买多啲嘢咁样。海南伯伯 ，Truly Malaysian Taste， 真正嘅马来西亚味道。睇下呢个海南伯伯系咩食先？哇，十扣喎，都唔系好平。请人啊！Branch manager， 我觉得个 logo 咧设计得都几靓，大街 M 细街 B。都幾靚，睇相真係好好食，哇幾靚！咁我頭先行過咧，佢最靚咧係個包，哇！你睇下個包，個包啲汁，哇！實際嗰嚿唔知係點樣，哇！啲雞腿，哇靚到～依家上緊二樓，
都好大喎、啊。有樓盤睇下 IJM。哦，咁我入去睇下先。發覺呢度嘅貨品編排都好整齊，睇下國家元首閱兵咁樣擺到，嗱啲士兵企到幾整齊。係嘛？嗰啲士兵啊！咁呢邊就好似屈臣氏咁啦，個人嗰啲護理產品部門。即係話時話呢，我入咗嚟咁耐呢，係冇見過其他華人㗎。好啦，應該有嘅，不過唔多。拖鞋、拖鞋同皮鞋，仲有得上喎。呢、这个猫粮喎、啊，唔知道啊小白啊小黑佢哋啱唔啱食呢啲？即及餅啊，香港叫。哇，都幾抵喎！103扣，抵玩。哇，成箱呢個冰崩餅乾啊，膠膠餅。點咖啡一流啊！我個大馬朋友教我。OK， 條蔬菜布。
哇，啲辣椒幾開心啊！好，呢度系 ready to eat， 有几 ready 咧？哇，几好味喎，睇落。啲腸真係幾好食喎，唔錯。零食部門，個頭呢唔知想點。
好，依家上三楼。上面是賣衣服的，因为我是今天拍片的，今天现在是星期二的12:30，那就可能更加少人。Baby product。發覺咧，啲杯都幾靚。哦，幾個貴氣，幾個貴氣啊嘛！设计几靓 ，My home。芙蓉之源堂啊，哦，原来停车场喺入边，不过就拍咗喺出边啦。之源堂。咁我唔知道今日系咪开放喎？咁如果行入去，会唔会有班真人啊，少林十八铜人冲出嚟打我咧？好似食神咁样，大慈大悲，功德流芳。有嚿神秘嘅石头，
眼发朝中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文丽阁，咁呢度似乎系俾人影相嘅地方嚟。咁又有公雞，唔知點解都成三點鐘啦，仲喺度嗌啊！你遲起身啫，我哋人類好早起身嘅。我哋仲理喎，得你未起身啫嘛，嗌乜鬼嘢？我都想揾你哋家，我见到佢啦。系乜嘢啊？只我行到过去，应该会好惊噶。公鸡喺边啊？招财进宝，鼠年行大运，哇！呢对联咧好通顺啊，添百福，值千金。财神。